最请合掌。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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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无上甚深本愿愿。百千万劫难遭遇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弥陀真诚意，愿解弥陀真诚意。请放照，阿弥陀佛。咱何位第个是主持道家法师？所以法师，所以大家菩萨，大家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请放照。下昏接着大家念佛经，修念殊胜法印，因缘继续来向大家报告：念佛易成僧，证明咱探讨个第二十段文。应对第二十一段文，再来去看，请大家看讲义第四页，第四页，第二十一段文是归元的之之这本册内底所写的这个问答，这个问答嘛，可能是显示念阿弥陀佛的名号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用意的道理。这个问答是由一位在家居士叫做陈宗本提问，由某一位禅师解答。在《归元的智者》这本册内底啊，并无讲出这位禅师的梵号，所以只有禅师两字而已。首先我将问他出遍，让大家来对照一下。第二十一段文，归元的智者言，宗本问曰：世间之人，多说假言，应判世无地心，请待老来，念修念佛，注定自己为缘识智。这个问答问出了真多人的心理，对要未进入三宝门中的世俗人啊，足多人有这种心理。我这年纪都还真少年嘞，何必呢认真念佛？念佛修行，那是年纪大来的人要做的代志啊。我现在少年，爱认真拍拼事业。奋斗人生，等下我将来老，才吃菜，才念佛。请问安尼观念好唔好？唔好。下面的答案呐，讲了真济道理，就是伫咧将这种唔好的观念纠正过来。因为生命非常的无常，无人会当保证一口气有法度活到明仔，什么人会当保证？如果来当食到老，当然老来才来食菜念佛，也是非常难能可贵啊。但是无一定会当食到老啊。在死亡之前，少年人参老大人，几率是同款哦。你唔好认为讲老来下步死亡的几率较大，不一定，因为。年轻的人下步要不少。我经常用大众报告过一件真实的代志，我所助念过一千外的亡者之中，上少年的就是出世两天而已，出世两天就死亡啊！人命这么无常，所以。把握现在当下一心念佛，
这才是有地位的啦。要寄托在不可知的未来，盼望老来才吃菜才念佛，这样无温度，因为不可能年轻就无命。三宝门中学佛的人，多少的人我哪有这样的想法？我现在虽然学佛修行年纪无大，不过啊，我唔免很精进，用功无妨。反正我年轻嘞，等下我退休了后，年纪大来，才认真念佛。安尼想法好唔好？唔好，因为唔知是死亡先到，也是老来先到，一定老来先到吗？不一定哦，反正是死亡先到。那如果死亡先到，那有可能你真紧都无命，少年都无命，那通啊食干老来，食要念佛。所以今仔日有时间，就把今仔日念佛；明仔载有时间，就把明仔载念佛。无寄望伫个不可知的未来，今日不知明日事啊！今仔日唔知明仔载代志。所以当下将今仔日过好，真有意义，真有价值。今仔日那念佛，今仔日时间得过得真有意义，真有价值，对不对啊？当然啦。但中本基书呢，问某侪禅师讲：世间之人多说家言言欢，世无甜心，请台老来连休念佛。此定之言为我实践。世间人拢讲家庭真无用啊，世事甜心为着三顿，为着工作，为着家庭，为着其他，哇，逐天都安尼无用噶，无时间好啊休困，卖讲念佛修行啊，固定会感叹两句话啊。几世皆从忙里过，谁人肯向死前休？几世人诶，逐天拢伫无闲之中过日啊！虾米人肯伫诶死前好好啊修行？所以，爱认真把握当下，一心念佛，卖认为讲。我这阵年纪无大，等我老来才好啊念佛。安尼是真危险的想法。如果突然有一天发生交通的意外，就没命了，不能够活到老来啊。那你判断老来才念佛修行，岂不是希望落空，而且会带着遗憾？所以。一心把握当下现在，咱不管现在年纪是几岁，不管你是少年人还是老大人，拢是把握现在，好啊！一心念佛，下面就是摩诃禅师回答《但中本基书》所提问的这段回答的文，真正而且讲了非常的好。祝大家咱好好用心体会，任何依教奉行。首先来看第一段：禅师曰，可哉可哉，何等无妙之言也！岂不见世心禅师言？世间之人财宝如山，财产万世，日夜烦恼，他岂不要两生在世？将来前程有限，暗里上吹，佛教变形，不容易敌。阎罗那主不顺人情，无上鬼王有何面目？请其主人眼里清净，念里清闻，真假孝行，亲情眷属，朋友兄弟，共同修行。虚曲道上，岂不闻古人言：
木材老来方学得，古本真是少年人。又因自从早年舍弃养子，经营家计，受尽万千辛苦，不能三寸其短，未免一旦改休。若是孝顺儿孙，在得其精，看得布经，烧得蜜纸，春衫秋裘，做得碗羹饭，哭得几声，又是记忆爷娘，又是不孝之子，父有风俗，骨头已冷，祝他财散，出卖天门，注意坐落，以处告知。造什么吉？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以儿孙作怨尤。福荫高德荫，灵桥富家翁，英雄望事成，屯内美生畅，库中钱乱灌，日日把清清，夜间点灯算，沿海如家里。不够先说断，好，先看看这所在。这位禅师回答但中本基础的提问，首先用苦在苦在来形容，绝对未使抱着这样的心理，等人老来才来念佛呢。何等愚昧之言，这句话就是讲。要等待老来才念佛啦，这是足愚痴又唔对的话啊！愚是愚痴啊，谬是错误啊！岂不见世亲禅师言？下面呢是这位禅师引用世亲禅师所开示的法语：世间之人，财宝如山，切切。满是日夜烦恼，他岂不要长生在世？世间人有真侪财宝，有真侪车车，日夜烦恼，当然上盼望的就是能长生不死啊。可是，自古人生谁不死？咱伫三无人间上无奈一件代志，就是有一天会以这个人间分离，也就是会死亡。如果咱未死，都法度长长久久拥有钱财，乃至外在所有一切，都是因为无生命，所以才会无了一切。无生命就无了金钱，无生命就无了财宝，无生命就无了一切。所以，能够永生不死，这是上价值的咱追求的。诸菩萨，你讲对不对？咱念佛拢是个西方极乐世界，正哦，以阿弥陀同样的功修无量，光明无量，寿命无量，永生不死。所以。在清净的西方佛国，成就佛道是根本的问题。有大慈悲有阿弥陀佛的教导，有无量的生命，才能做到法门无量誓愿学。在人间，生命只不过七八十年的光阴而已啊！纵然你有智慧，有时间。有心血，也有心要学无量法门，可是无长寿可以学无量法门。一世人七八十年的光阴而已，你会当学了几个法门？七八十年来当学两三个法门，学到融会贯通，而且改行并进，应该相应。都非常非常的难能可贵啊！因为八万四千法门的经论实在太多啊，所以在娑婆人间，为了要毕竟解脱生死，一门深入啊，
确实有必要。好好修下净土法门，将来往生个西方极乐世界之后，有的是无量的寿命，有的是阿弥陀佛的慈悲教导。你爱烦恼倒一个法门未晓吗？也会担心倒一个教法未通达吗？未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心念佛，一门清净，对这世间的财宝啊、父母啊、子女啊、兄弟啊、姊妹啊、亲人啊，当作是伫人间，大家暂时和合斗阵的一段姻缘利益。人生犹如是旅客，咱伫三无人间，只不过占有七八十年的光阴利益啊。一世人一叹之庆，真紧就过去。将来前途有限，暗里相催，佛教变形，不容抵抵。严罗那主不顺人情，无常鬼王有何面目？这段话就在讲，这人面临着死神的时阵，非常的无奈。人生短短数十年的光阴，真紧就过去啊！阎王那主不顺人情，就是当阎王要来抓你的时阵，也就是你誓言尽了的时阵。你无法度参见罗王参详啊！所以咱本愿山弥陀讲到这位女教，甲我请假三年，出啊，留我请假三年，哦，三年后我再倒转来讲堂啊，听经文啊，念佛强修，啊，现在种不严，确实无法度倒转来，所以一定是慈悲啊，好啦，你都。真无用，我若倒转来，我若无准你，你无法倒转来，我嘛无你的办法啦。所以呢，参师参详，有当啊参详，每一个事拢真慈悲，你好好参与参详，所有的慈悲拢会答应你。但是你命中得要死啊，参严龙参详，严龙，啊，你那即阵要来抓我啦？我的孙子啊，很细汉，还需要我带呢。十年后我才来，好唔好？我都参详无，我都参详。阎罗王未准你十年的假，所以呢，师信禅师讲得真好。阎罗那主不顺人情，无常鬼王有何面目？看了这两句话，咱有啥物感想？爱好啊，把握当下，因为伫死神之前，咱无法度参详，也无能力抵抗，咱只能把握伫个即口气也未断开之前，好啊念佛，这是咱有法度把握的。诸位菩萨，你讲是毋是？是是啊，这两句话讲得太好了，来，对我来读一遍：阎罗那主不顺人情。阎罗那主不顺人情，无常鬼王有何面目？无常鬼王有何面目？所以啊，常常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有阿弥陀佛的依靠，唔惊阎罗那主，唔惊无常鬼王。将来有一天，阎罗那主要现前抓你的时阵。你爱赶紧念，对，南无阿弥陀，得赶紧将阿弥陀请出来，知不知？哦，咱到那招小偷啊，一紧拍电话请警察来抓贼啦未？会啦。所以，当阎罗王来啊，要将咱的法身抓去。地甲受苦啊！赶紧拍电话阿弥陀，知唔知？知哦。阿弥陀的电话几号？六号对。南无阿弥陀，念一遍。南无阿弥陀佛。
当你念这句南无阿弥陀，你不就是打电话阿弥陀佛吗？对不对？对。譬如讲，你有代志要找我，哎，啊，知影我的电话，打电话来，拄我接的。哎，信愿师，我有代志要请教你。哎，你叫我的名，你就是打电话给我。你叫阿弥陀的名，就是打电话阿弥陀啦，对不对？对。请问诸位菩萨，逐天参阿弥陀开讲好唔好？好咯，就好诶。有代志无代志，有闲无闲，恰恰打电话阿弥陀，参阿弥陀开讲啊，就是点点点佛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。啊，恁做大家吼，啊，感觉心不本吼，唔茫去讲互厝边隔壁的人听，知无？啊！你讲个厝边隔壁的人听，即款厝边隔壁的人传到恁新妇遐，新妇听了到底，伊内心更艰苦，对于大家一定会愈唔好。所以，一记是教恁一个要领：你若有啥物委屈，拍电话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伊会点点听，听你讲你的心事啊，将你的委屈呢讲阿弥陀佛听，知唔知？哦，新妇都无爱呢，煮饭互你食啊！啊，你家年纪大啦，啊，佮煮饭足辛苦的，跪伫阿弥陀的佛前念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，阿弥陀佛啦！我的新妇吼，啊，唔煮饭互食啦，啊，我年纪这么大，八十岁啊，哦。行动不便，大家改做饭是足辛苦的。阿弥陀佛，你大慈大悲，哦，放光破了阮这心腹，让伊呢愈来愈听话，负起家庭的责任。啊，我念佛功德回向给伊，让阮保持因两个人关系呢，啊，由恶缘转为善缘，甚至呢提升为正缘。大慈悲阿弥陀佛，你是神通广大佛祖，一定有法度。来解决我的困难，阿弥陀佛，我就靠你了。然后开始念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逐天安尼讲，我阿弥陀佛听，会晓未？第一，念佛功德回向心不了，心不会慢慢啊改变哦。以前参你这个大家咧讲话，对鼻腔出来了，哼。即马你常常甲你念佛功德回向，你讲话是对嘴也出来啊！啊，婆婆，啊，你用要低到时听经文法咯？啊，无我开车载你去好无？诶，态度都无同啊！哦，所以有佛祖做咱的靠山，会当解决咱的发心慧命痛苦，嘛会当解决咱现生。主的苦难，对不对？当然，你改变了自己，你就能改变别人。要度自己的家人很不容易。谢谢我讲，改个头拍踢。但是你的行为改变，念佛虔诚清凉，你的行为愈来愈端正，愈来愈良善，愈来呢性德愈好，愈来涵养愈好。那你的家人当然就会认同你啊！安尼你就是将阿弥陀的教法真实表现出来度众生，人看到你的行为改变，对方就受你的影响感化，就改变了。譬如讲，你无学过之前，讲话呢大细声，也不是讲白掺话。啊，这个嘴啊，经常恶口骂人。现在念佛啦，改变啦，我过去安尼唔对，对镜开始啊，我不爱讲恶口话啊，讲话爱呢，非常轻声细语，讲话爱互对方听了呢，非常温暖，互对方会起欢喜心。尤其对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诸如如此，那就足容易感化。自己的亲人，对不对？当然，同事之间也是这样。啊，时心禅师跟人讲这样的话，使咱有了无常观，绝对要把握现在当下的念佛，唔好等啊，
老了才要念佛。请记住人眼里清净，念里清净，前家后巷亲情眷属，朋友兄弟恭敬后生，喜鹊多笑。这段话就是四心善主教人看看咱周遭的人，亲情朋友兄弟姊妹啊，有偌济人死啊！我也未看到四心善主怎样开始，我经常咧算我周遭的同学亲人，什么人死啊？我一概慢慢啊算啊。算出，哎呦，阿弥陀佛啦！我所熟悉的人已经死五十外个啊，五十外个，就是五十年出的，阮同年出的同窗同学已经死几下。有一天我来偷偷算，同班同学，某名人死啊，某名人死啊，某名人死啊！哎呦，这真恐怖，用论的呢。可能真紧就轮到我，因为一班四五十个，已经死介济人啊咧。请问诸位菩萨，恁同年龄的同班同学死偌济人，你捌算过无？唔捌咯，啊你无不相关。好啊，算看恁同学看死偌济人啊？那七十岁以上的老菩萨，我看恁同学反正死一半以上咯。所以死亡这件事有一个无形的压力在咱的心中，咱若无念南无阿弥陀，无阿弥陀的依靠来解脱生死，咱要安怎？对不对？这个无形的压力是现在也无在内心，让人看得清清楚楚。因为你感觉现在也身体真健康，年纪也真少年啊，但是有一天当你甲病院检查，医生甲你讲，你已经得着绝症啊！迄个时阵，你的打击有时候感觉是晴天霹雳哦。在你台北某就医技师，甲人讲等，找我，伊身体呢真无好，检验足济项个。都有一项伊无爱检验癌症，伊讲吼，若检验出伊有治着癌症，一定会足难过，无得接受。啊，而且呢，爱费心去治疗，伊无愿意这样，所以啊，归去啊，不要检查癌症。这样的心态好不好？不好，应该是面对啊，是医师，是医生。每一个医生都一样的心态，师父虽然不是医生，我是一个师父，但是我也是一样，希望把自己的身心彻底的了解。就算有一天会死某一种的癌症，也要死得明明白白，到底我是治到什么癌症而死亡的，对不对？当然咯，所以很多做临终关怀，这个病人的家亲眷属拢不愿意和这个当病亲人了解已经治着绝症了，惊呢各地病情，所以无法度接受这样的打击。可是对他诸多的隐瞒，反而让他内心里面各种的差异，更增加他内心的痛苦。如果呢？会明白自己的身心状况啊，你好好的引导伊念佛，将伊的发心慧命安住伫即句话的南无阿弥陀佛，众人的死了色心，活了发心，人生也无所遗憾，对不对啊？对啊，因为这身躯有一天一定会歹啊，这是生灭法啦。有生有灭，也就是有生有死啊，有开始就有结束嘛，有生就有灭嘛，有生就有死嘛，这是生命的自然定律，接受它当然内心会比较自在啊。
也就是面对自己的生命，不管是人间苦啊、乐好啊、歹，咱拢去接受伊，接受咱痛苦的，嘛接受咱快乐的，接受咱好的一面，嘛接受咱歹的一面，然后好好念佛，唔免太在意现实人生，因为一世人佮怎样的共同和好，都只不过七八十年的光阴而已。念南无阿弥陀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当得到无量的寿命，这才是咱要爱的嘛，对不对？只有生命才是究竟嘛，因为有了生命才有一切啊，无了生命就无一切啊。你现在轻轻俭俭呢，啊，已经俭了两亿，无一定对你是好事哦。圣元师，你哪安尼讲？因为实在看少济，是大人过往之后，世事为是大人的为善，造成兄弟啊小过小怕，这种的代志经常在咧发生。有啊无？有。所以留落来这两亿的遗产，成为诸路冤家斗争的原因。想一想，如果有智慧的人，他不会这样子做，他一定会好好啊用现在来为自己、为子孙积福。行善助人积福，世尊禅师教导咱这样的法语啊，就是要让咱体会到，咱周遭啊已经有真侪人死亡，所以下面讲起不闻古人言，莫待老来方学得，古本真是少年人。这两句话讲的实在太好了。观察是得老人还是得死人？得死人，当然是得死人啊！不一定老才会死呢。我经常呢在算我周遭的亲友谁死掉了，谁死掉了。我算到一个呢，我伫个囡仔读国小迄个时阵，有一个真好的儿时玩伴，阿姨呢头脑就好诶。经常呢跟我在一起玩耍，伊伫个十九岁啊，开车发生车祸，当场弄死，19岁而已啊。我们国小的同窗同学有一个姓卢的，他很有领导的才华，我经常想起他，他也在19岁的时候发生车祸死亡。哦，阮同班同学足侪人也去参加伊个丧事，哦，大家都哭甲真伤心，因为一表人才，真有将才，各做领导才华，19岁都无命。所以北港人啊，我读高中的时候经常甲嘉义，因为北港甲嘉义。啊，六桥多摆半点钟左右啊。有一次呢，我到嘉义呢，是搭嘉义客运公车。我坐伫个公车的车顶，位置呢是迄司机的右手边迄一位。啊，拄啊呢，公车才开出站而已啊，伫嘉义。中山路呢，那条是真大条的路，有一个整个人穿黑衫，啊戴呢那个黑色的安全帽，啊骑那个越野车，那车嘛黑色的，这个人啊，规身躯规台车拢是黑色的，哦，骑真紧啊，我坐这台公车拄啊开出站，差咪烧了，当场现死。这个机车技术呢，当场现死，拄啊，和这台公车的头前正平这个链对头个交过，我当场看到，哦，那一幕呢，让我很久都吃不下饭。阿弥陀佛啊，人命就在一瞬间而已啊！
你还能寄望老才来念佛吗？当然不能这样寄望啊。现在交通非常复杂，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，可是有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啊。我开车出去吼，我是绿灯，对方是红灯。我绿灯开个真小心，又红灯开真紧，唰，冲红灯过啊！我惊一下，哦，阿弥陀佛了，阿弥陀佛了。哎，他闯红灯，如果我们被撞死，不就是倒霉吗？你要遵守交通规则，但不爱遵守交通规则的，不是讲无遵守交通规则才会发生意外呢？遵守交通规则，冇可能发生意外，对不对？当然咯。时辰到啊，什么代志都会发生，所以时时有阿弥陀佛在咱的身边咧，甲咱保佑，这是上运动的，对不对？诸菩萨，你有希望阿弥陀佛时时在你的身边咧保庇你无？有无？有都爱念什么？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对，认真念阿弥陀佛，时时甲你保庇，将来时间一到，就接引你往生啊西方极乐世界。都唔惊严多啊！不管讲你临终下步是少年啊老，拢无要紧，因为生命无论伫人间，什么时阵结束，一旦咧往生到阿弥陀或者西方极乐世界，拢是无量的寿命。这才是上达咧咱这种有生死的凡夫一心追求，注意你讲是不是？是。好，请看下面。有人注重早年奢侈用住，经营家计，修尽万千辛苦，忽然三寸气短，未免一旦该休。若是孝顺儿孙，在得其精，看得布经，烧得蜜纸，穿衫求救，做得碗羹饭，哭得鬼声，又是记忆压尿。啊，先看个这，啊，这段话呢。时辰上师也讲了真好啊，对诸位在家菩萨的启发一定真深。诸位在家人，是不是逐天为了家庭非常的辛苦，对不对啊？因为现在经济无好，出钱人是连三顿都未得过啊，所以在家居士为三顿为生活非常的辛苦。突然有一天。三寸开灯啊，一旦无常啊。这个时阵，如果呢子孙若有孝啊，请几个呢出家，将为你的上经超度，或者烧一寡呢纸钱给你。在过年过节啦，啊，捧几碗菜给你拜，啊，给你叩几声。还是算真友好的，那不好的，就是下面要讲的，那是不好之主啊，腐朽风气，骨头迷恋啊，做他财产啊，出卖产能啊，注意作乐，这种的真普遍哦，所以爱嫁望子孙为自己做念无，唔通嫁望哦。反正你的子孙将来不是给你做念嘛，是给你破坏，是给你妨碍，是给你障难啊！所以对在家菩萨，去好好读自己的家亲关照下好，建立佛法家庭，实在有必要。因为有的子女啊，信基督教、信天主教、信一贯道啊。不一定是拢信佛教，将来你若盼望伫个临终，被自己的子孙助念，这是真无温度。我来把去助念一下，梦见的后生拢是信仰一贯道，一靠啊，几啊台车，袂少人去为这梦见助念。我印象真深，早时啊，出门。啊，拄啊上班时间哦，搭车哦，那搭真久，真难得去个商家。这知影讲商家的孝男，拢信仰一贯道的，那么请伊点香，甲伊的老爸敬拜，伊不爱的。
母爱哦，你若母爱无参阮来念阿弥陀佛哦，帮助恁爸爸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做菩萨，恁身为子女的有爸爸去西方极乐世界做菩萨，嘛是非常光荣。母爱，阮心一贯道，阮无咧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要念恁家念，伊唔常咧念啊，态度阁无好咧。你若要念念，啊唔念你等伊。所以啊，自己的发心慧命，自己现在能做主，好啊念佛上稳当，对不对？对。当然咯、哦，依处教之，遭什么劫？离孙自有离孙福，不以离孙作烦忧啊！确实是如此。为自己的化身慧命好好的打算啊，无干那拢一生为子孙敌人的打算而已。下面各地所讲的这段话啊，意思非常好，大家要体会。领袖富家翁，应生万事钱，吞来美生穷，苦中钱难管，日日把亲情。夜间点灯算，沿海如家里，木高成色灯。逐天都为生活咧无用啊！啊，种人赚真侪钱啊，囤积的米啊已经生虫啊，啊，仓库内底钱啦已经咧烂。逐天咧都为三顿啊，为金钱伫咧计较。甲身躯有一间无都继续使用啊，犹如呢家里断了锁啊，什么拢别人的啊，对不对？一口气无来，你用了一世人的色心，你都无都继续使用啊。生活之物当然是别人的啊，所以想较开呢，放下一切。一心念佛，这样的人是天下间上有地位的。四心如此，可靠肯定，暂时请坐，圣业太老来弘念佛号。这位上师引用四心上师的开始，做下这个结论啦，表示唔通讲现在好啊，打拼事业，等来老来再念佛。念佛嘛，无妨碍你打拼事业啊，你可以一边打拼事业，一边念佛啦。我那做工课，我那念佛啦；我那做家事，我那念佛啦。念佛时时处处拢可以念，那就一定退休才念，那一定老了才念，对不对？当然啦。好看底下一段：当初人生在世，另有几时？就会定功，削眼平贵，探出微诺无边之境，刀锁心心，剥去定书，滴滴恭敬，念一滴佛名。这里是功夫受一时情业，有那人命中是好事恶事，只要我一盘善意办了呀，我就真正稳稳当当了呀，就不如做后悔难对，书记书记，请去弥陀心意念，净土心意心，世人虽然难免应办家宴。耶稣早晚分享念佛，空住念佛法门，人间可以通用。譬如千年暗色，一定照之，即为名义。故虽杀有多骂之人，放下多刀也可以修。所以修者不难，也不妨一切俗事。在官者不妨职业，在事者不妨修托，在商家不妨犯昧。在农夫不妨精进，在富人不妨努工，在公务不妨思想，在正道不妨参详，凡一切所谓皆不相妨。亦在尘昏地念，亦在梦里偷闲，每日一念千声百声，一念三五百声，一念十声，为要回向法愿，愿往西方。生灵如是决定往生矣，但善男子，你若在界精严一心念佛，不生净土者，莫觉
当对不知地压，我见禅师发誓清淡，实际惊骇跪拜，梦感开始念佛法门呀。这段话啊，真白话啊，讲了真好。实在，起心禅师啊，非常慈悲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把当下，因为人生在世啊，犹如照火电光，色暗变鬼啊，一世人非常的短暂，所以。什么时阵有用？什么时阵得把握时间念佛啊？得一日恭敬念一日佛名，得一时功夫修一时正业啊！也就是把握当下，好好的念佛，弥陀心意念，净土心意生，这两句话啊，讲得太好了。阿弥陀佛的圣号非常容易念，无论大人，无论囡仔。人人拢会晓念，袂晓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人请举手，大家拢会晓念啊。净土是弥生啊，西方净土非常容易往生啊。至今禅师也如此的开始啊，哦，所以啊，不管做任何代志，拢会当念佛，一讲念佛，数百声乃至数千声、数万声，顶着功课。逐天好好啊贯彻，那相信都一定成就。最后啊，讲四心禅师非常慈悲，教导咱只要了斋戒清净啊，一心念佛，那无往生净土呢，我当对不知地噶。啊，四心禅师看是非常慈悲，这个单身男子的代表主义的话。你看这么了不起的禅师发这样的誓愿，就是对念南无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非常有信心啊！想出大众经，诶，比心非常的广大，诸菩萨呵呵修改念佛，那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悉心想出讲，我对了八支地界，我看了地图啊，八支地界是非常苦的一个所在。地下的鬼准呢，用铁钩将嘴魂的喙齿勾出来，用咧犁残两个犁点喙齿安尼犁啊，用刀点喙齿割，哦，这不止地下的嘴魂，将将非常的痛苦啊。所以，想说伊会发这种誓愿，就是要鼓励咱好好啊念佛，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咱个悉心享受赞叹啊，了不起！好，时间到，用注意报告者，希望大家一心念佛，往生净土。南无阿弥陀。